好了吗？头顶上黄色爱心来，头顶上的黄色爱心打开，一起助力打榜，一张就送一张，家人们，冲一个助力人数，冲50000人助力，好不好？来，准备好，一首《爱拼才会赢》送给大家，送给现场的朋友们来，对，送给直播间以及现场的观众朋友们，谢谢。咱们来，掌声鼓励一下，谢谢。晚上好。来，一首熟悉的旋律，对，把我们的小手挥起来好吗？谢谢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，还有我们直播间的家人们，谢谢你们。OK。一夕夕金面晚叹，一夕浓得面红红。同时期望美丽水茫茫，无魂无他亲手丢草难，人生可比是海上的波浪，有时起有时落，好爱你干嘛叫起他来听，一份苦打拼，爱拼才会赢。那我们现场的朋友们，我们的小手挥起来，谢谢你们！当时的朋友们，你们好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一首《爱拼才会赢》来送我的，哎，这个伴奏好丑啊！这伴奏不行啊！来，你们俩再绑起，给你们俩点点关注来。我在。榜七的位置是吗？榜八，我在榜八的位置，家人们找一找，我应该在。小姐，谢谢。你们俩不要抢话，你们俩老是抢话，你是不是个组合？你们两个啊，没一点默契也没。哎呦我的天哪，吵死了，不是你们两个。我在，我应该就在也差不多的位置，榜八榜九吧，应该。好，榜八榜分钟呢？好的，你们自己再送一送吧，好，能上多少多多少。然后我们战战继续冲一个亿啊，好不好？我们三个一起唱一首《你莫走》。好。好的。我三个怎么唱呢？我天哪！你们俩老是偏台，怎么回事？来到中间来，这样啊，这样子啊，来，你莫走，一人唱，跟他唱一句，中间男的都是你唱，你唱完到我，你唱一句，我唱一句啊，好不好？来，好的，快点来吧，你莫走，来，你莫走，送给大家。没有歌词哦。哥哥。哦，直播间不能要三个人吵架了啊！你跟我走吧。好。啊，你太花心了。啊，那我跟谁走呢？你怎么这么花心？我走。重来。来，你不能忘记唱歌呢。你跟我去城里吧，好不好？好。太花心了，我要走了。没有。你到底要跟谁走？你留在农村还是跟我去城市？你看到漂亮的美女，你就把我放弃了吗？你莫走，唱首歌歌把你留，歌中有我对你的真情，歌中有你的温柔。哥，我不走，妹妹陪你到白头，陪你直到星星不眨眼，陪你直到月亮多山沟。你莫走，我莫走，渡过舟，那过沟。你莫走，我要走。天祖辈地当婆，哥哥你要走了吗？你不走，你说你不走，然后我留你。 我想你还是想回农村去是不是？不行，你说好跟我去城市里的。城市套路太深了，你说城市套路太深，你要回农村。对，我跟你唱。哥哥丫头你莫走，
唱首歌歌把你留，歌中有我对你的真情，歌中有你的温柔。哥哥哥哥我不走，好唱。妹妹陪你到白头，直到陪你星星不眨眼，陪你直到月亮都山沟。你莫走，不要走。点过的修的我，你莫走，我不走。生过我两条狗，不要走了，你跟他唱吧。好吧，我好犹豫，我到底是走还是不走？走还是不走？你到底要回农村还是跟我去城市？你最后选择一下。我好纠结。纠结什么？你纠结什么？你纠结什么？啊！我跟你合作了这么多年，你竟然在这个时候纠结了。你还是不是个东西？你们的组合正式解散吧，好不好？今天正式解散吧，你们这个组合啊，这毫无默契组合，我们就正式宣布解散，解散吧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一起榜八榜九，是不是？对，我叫贵阳三小姐，在榜八的位置，点点，谢谢。我叫威宁，我在榜九的位置，谢谢点点关注。好，榜八、榜九，点点关注。他们俩不是组合，我跟你说，他们俩是单个的，单个的。今天是没有默契。今天是硬拉到一起了，我发现了。榜八、榜九，点点关注。谢谢唐老板。谢谢唐老板，谢谢。好，谢谢，谢谢你们来到我们的大舞台。谢谢。希望有机会去双职哦，好不好？好的，唐老板。双职见哦，拜拜。来，预备，切。好，金鸡飞过。金鸡飞过。你们是代表什么景区啊？跟你们打，你们免费打个广告吧。我们是张家界黄龙洞景区。黄龙洞它是溶洞吗？对，是溶洞。哦，好的，好的。哎，他们俩是应该是黄龙洞的工作人员，是不是？是的。哎呀，太辛苦了，你们真的是为了宣传你们的景区，都唱破音了啊！好，我们这达成目的了，就是宣传他们的景区。反正咱们来到张家界，我们这里的这个旅游的地方非常的多啊，就是多到数不胜数，真的。啊，来这里玩半个月都没问题，好不好？那大家都一起来玩啊，好不好？谢谢你们上山哥，感谢。啊，我们休息一下，来看看还有人谁？来吧，你好，唱什么歌？老板好，唱什么歌？我是你的格桑花。我是你的格桑花，来准备好音，那个混响打开，来，预备，切。还没等到高山上的雪融化，我就等不及要出发。在你离开前，你就去采一束最先盛开的格桑花。啊，干嘛停了？停了就不要唱了，你唱了就大家都那这位来自哪里啊？来自湖南张家界，我是土家族的，我们当地人，永定区的。哦，你就是本地的，是不是？土家族的一位姑娘来唱的这个《你是我的格桑花》，能不能上？上还是加油？告诉我。上吗？上的比较多啊，来，上别多吧。啊？你说什么？上的比较多是不是？那你还给我看什么？来上，都是上啊！你怎么看得到的？上比较多是啊，好吧，上吧，来个男生来，哎，等一下，来男生你要唱啊，你要唱什么歌？我唱个月半小夜曲。我就想唱一下。来，我跟你表白一下，你说什么？
红牛，张家界爱你。我也爱张家界。张家界爱我，你是不是代表张家界的人民欢迎我？我说现在就只有你了，他的偶像是我唯一的偶像，也是我的榜样。来，我跟你说，你为了上舞台，你就是什么话都说得出来。真的，这说实话，真的说。什么话都说得出来，为了上舞台来，你唱。接下来就天上有些人是不是？对。你清唱一下。现在唱天下有些人是吧？预备，起。爱是懵懵懂懂天天初开的时候，那已经芬芳的玫瑰。爱是踏破寒霜，我手心之一。哇！这后面是女生版的啊。这很对，这是女生版的伴奏，这太高了。这女生的伴奏，唐老板一定要公平。我唱个拿手的好不好？唱个。我跟你说，哪怕下面有我自己的主播，你们说不能上都不能上。我跟你说啊，哎呀，我唱个拿、啊，我唱了，唱几句我拿手的话。等一下，他们全部给我扣上。谢谢谢谢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点赞的都是爸爸。你说什么？刚才他们都是这个套路吗？我爸爸，你说什么？ 我爸爸也喜欢你。你少来了，你们真的是全给我来这一套。哦，你妈妈喜欢我吗？妈妈也喜欢你。其实我喜欢你是基因里面的遗传，这没办法，不可抗的因素，你知道吗？不会是吧？不会吧？我直播了几十年了。我曾经抗拒过。就是说你在你妈妈肚子里就喜欢我唱我唱歌。我曾经抗拒过，我发现基因这个东西啊，抗拒不了。哎，没办法。他都这么说，来直播间是爸爸的扣波一。来，爸爸们扣一了！你真的是，这真会说这个哈！来来上吧，全是上，拿给我。哇，这边要上舞台的太多了，我天哪！那边选一个啊，这边选一个，中间选一个，那边再选一个，好不好？家人们，这个时候再点点赞，马上一个亿了，加油！点到一亿，点到一亿，双击屏幕点点赞，一起点点赞。哇，新年好！哎，别激动，你吓死我了！注意安全，千万不能往前面推。慢一点，啊，我都吓死我了！危险，再往前推。太激动了，怎么了？这是你女儿吗？不是。那你谢谢什么？萍水相逢，他们帮了我很多。谢，我们好喜欢你的。唐老板，谢谢，唐老板，说不出话了，真的说好了，好了，危险，兄弟们，我要倒了，没事，我要倒了，他们姐姐们拉我很安全，没有关系，天天关注我，你谢谢我什么啊？喜欢你唱歌，喜欢你跳舞，哇，反正就是喜欢，喜欢的不能再喜欢了，看到没有，全是姐姐喜欢我，谁说只有爸爸喜欢我，妈妈也喜欢我啊。等一下啊！唐老板这里也喜欢你，你也喜欢我，我喜欢你，我喜欢你长时间了，真的，唐老板，我真的。你等一下，哎呦我的天哪，太热情了，我太喜欢张家界了，我不想走了，我不走了，住下来，我要在这里啊，播十天半个月，这里太热情了，我天哪，留下来啊，来你先唱吧，你好。OK， 我有两件事情，一个事情是我想上舞台，另外一个事情今天是我家姐姐，是我姐姐的生日，我想跟她说一声生日快乐。来，姐姐看到了吗？姐姐在的话扣一波一，生日快乐！姐姐扣波一来，姐姐扣波一，太热情了，真的啊！姐姐在哪里啊？那等一下，姐姐在，等一下这样子吧，你先唱好不好？好，你一会儿上来再那个啊，你唱什么歌？99步退一步，预备，起！我能走99步去爱你，也能后退一步就放弃。任何关系需要双方去维系，靠一方根本无法继续。OK， 哇，好多姐姐啊，好多姐姐啊，来，我们姐姐们让我上去，姐姐们让你上去，来是觉得可以的上，扣子，让我上去，姐姐们，上还是加油，姐姐们。姐夫呢？姐夫要不要？姐夫，姐姐们让我上去！姐姐，姐夫们上不上？上！上的多还是加油的多？上还是加油的多？姐夫在，姐夫在呢啊！姐夫在，姐姐也在。上还是加油啊！告诉我。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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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几个人呢？几个人呢？猴哥？啊？三个人了啊，三个人。没事，还有三天，每个人都上，我就上不了那么多啊。如果每个人都上，那就每个人都点不到关注，你知道吧？什么？进仔食品支持你，我是湖南平江进仔食品的，我特意从平江赶过来。哦，平江，我去过平江，你们见过我是不是？我去过平江。去过平江吗？我们是平仔进仔食品来的。哦，不是平，这是唐老板。哦，是平江啊。哦，搞错了，搞错了，不好意思。没事没事没事，我们想唱，我们都是来的。哎呀，这都是在广告的。做广告。没有，唐老板，真的真的，我们。啊，等一下啊，等一下。没有没有没有。啊，等一下等一下啊，等一下等一下，等一下。话筒都被你抢烂了，天哪，这个话筒保不住了，家人们，这个话筒了啊，来，你先上来啊，来先上来，来，三个人的是吗？哎呦，我好纠结啊。比不一首日不落，你看一下，咱们合作一个什么呢？没事，我可以跟你跟他们俩唱《爱你一万年》。哎，可以跟两个小姐姐唱《爱你一万年》，可以，好不好？可以，一起美西和小八唱，没问题。我跟先唱这首歌 ，OK。好，来，我们第三位。现在我还没说完，谢谢我的姐姐姐夫们让我上来，谢谢你们。哎呀，你们真的傻哟！他有，来，你叫什么名字？那个直播间大家朋友。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叫奥特蛋，我来自湖北潜江。奥特蛋是谁？奥特蛋，奥特蛋啊，你是不是学音乐的？我不是学音乐的。不是，你唱的真的挺好的，我觉得。那是因为喜欢你我才想学音乐呀。啊，这个人真的是，这个人真的是。我跟你说啊，那年纪小小的还十几岁吧你。对，十八。啊，十八岁才。十八岁，十八怎么了？不能喜欢你了吗？你知道我对你不仅仅是喜欢，好可怕！眼中却没有我想要。没事没事，我问你安迪，你是不是平时就是女孩女人缘特别好？不是啊，我都说了，真的特别喜欢你，平时都追着追你了，都看你直播了，怎么没有时间和女朋友聊天呢？哎呦我的天哪，能把他拖出去啊！我天，来你唱什么歌？我其实想唱一个有一种悲伤，因为之前没和你同台过，所以就有一种悲伤。然后又想唱一个天外来物，因为你就像天外来物一样。但是我还其实更想看你想唱什么。哎呀，我不知道怎么跟他沟通，我的天哪！这十八岁的小伙子，小孩子，我们俩合唱一首歌，我觉得我们俩有没有会唱同样会唱的一首歌？看看我们这个代沟，看看深不深？不深，绝对不深。你说什么歌？你会唱看我也会唱的歌，薛之谦的歌总会吧？那没有男女生的调啊，是不是？油嘴滑舌，来。那薛之谦的怪咖会吧？不会。没事，我教你。不是，你继续来，继续来，看我，你继续点歌。然后还有薛之谦的天外来物会吧？不会。那是妈妈是女儿会吧？啊？你应该说这总会了吧？你应该跟我唱是妈妈是儿子。没事，现场改词啊，直播间家人们。我也不会唱。那怎么办呢？我可以教你吗？来不及教，快点，继续去。那就突然好想你呗。毛不易的歌会吗？会啊。有没有那种合唱的？就是像我这样优秀的人，这个可以。有合唱的吗？什么？你不会呀？你们都点的什么歌？这小孩子唱的我不会唱啊。凉凉会吗？凉凉夜色为你思念。凉凉可以，凉凉可以。那我们俩唱凉凉。但是这个我不敢唱凉凉，我这么喜欢的人。真的可以吗，姐姐？唱什么？孤勇者不会。像我一样的，像我这样的少年，不是。哎呦，这什么歌呢？我跟你实在是弄不了一首歌。心在跳，是爱情如烈火。没事，那就凉凉吧。
凉凉好，凉凉唱吧，等一下你再可以的话你再唱首好不好？好，你上场好上场，谢谢，我实在跟你合不上歌了，真的是有代沟，没办法。来，有请我们第一位小姐姐上场，秦火啊，是不是？秦火，来，秦火，音乐响起来，叫什么名字啊？秦儿，秦儿，哦、秦儿，来，29万上到30万人来，秦火送给大家。家人们，咱们能不能一边听歌一边点赞呢？就差最后的1000多万就到1亿了，加油！加油！赞赞冲1亿来！呜！嗨！我应该跟你穿一样的衣服，红色的。你先来，30万人的马上。我的眼中有泪光闪烁，我的心中有无限寂寞，天涯海角无尽的漂泊，只为再和你擦肩过。想起昨日甜蜜的承诺，看着今天悲伤的结果，爱的世界没什么对错，原来我们都是过客。才是爱本色，原来爱情本是一团烈火，长长岁月深深把你铭刻，就算爱情给我无尽折磨，依然谢谢你陪我走过。 Let's go。 Woo! Woo! Hey! 这首歌不太适合你唱，来停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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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首《秦火》送大家，我们先把秦儿点点关注，再帮起看看，再帮起，嗯，榜二十，榜二十，榜二十，嗯，我是这个不太适合你，我觉得你适合唱抒情歌。对，我还有一首是你的《格桑花》。还没等那颗山上的雪融化，我就等不及要出发。在你离开前，我要去采一束最先盛开的格桑花。不能陪你去到海角天涯，就让花儿替我陪着你吧。如果太阳下山我还没回来，你走吧，不用再等我了。其实我知道这一世缘分尽了，一开心你还藏着几句话。明知道不可能陪你过完一生，这些情话不说了也罢。不怪老天这挥霍的繁华，就当今生和你相遇的代价。再回头看看你走过的草原，你那里也下雪了吧？山上的雪越下越大，可是我还没找到一朵花。原来爱情不能把雪融化，我不甘心就这么倒下，我的脚步也走不动了，也许我应该就在这里睡下。我希望有一天你经过这里，我身上开出格桑花。 OK， 谢谢晴儿，晴儿再自信一点啊，只是不敢看镜头啊，他们说你不敢看镜头。来，我们一起把晴儿点点关注，再帮姐榜22，给他点点关注啊，好不好？也是，嗯，有点点紧张，没关系啊，家人们。来，他声音还是很好听的，很舒服的声音。来，榜22的晴儿，给他点点关注。好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好，谢谢，来，掌声送给晴儿啊，谢谢大家。好，谢谢。来，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小哥哥上场啊，这也是油腔滑调的啊，不是、没有，我不是油腔滑调的，这个也是油腔滑调。今天的男生都有点油啊、没事。现在是我梦想成真的时刻，梦想成真，来唱首什么歌？
天下有情人，是我的版本吗？没有周杰，对你的版本，你的版本我不唱。直播间27.7万人。后悔，爱是一生一次一次一次的轮回，不管在东南和西北。爱是一段一段一丝一丝的是非，就有情人再不能够说再会。爱怎么错怎么错，怎么烂怎么烂，怎么叫人生死相随。爱是给就不能说，只能尝的滋味，试过以后不再不归。等到红颜憔悴，他才出现那一回。等到什么时候，我们才能够体会。爱是一朵六月天飘下来的月花，再也没有再会枯萎。爱是雨滴擦不干刷不完的眼泪，还没凝固已经成灰。等到青丝吐尽，它才出现那一回。等到红尘残碎，它才让人双双双飞。各种滋味，爱是令你呼呼天地初开的时候，难以及盛放的玫瑰。爱是踏破红尘望穿秋水，只因为爱过的人不说后悔。爱是一生一次一次一次的轮回，不管在东南和西北。爱是一段一段一丝一丝的是非，想有情人再不能够说再会。来吧，直播间的宝宝们，把我们的单子冲到一个亿，马上要到了，举起来。爱是一段有月天飘下来的雪花，还没结果已经枯萎。爱是一滴擦不干刷不完的眼泪，还没凝固已经成灰。等到青丝吐尽，它才出现那一回。等到红尘残碎，它才让人双双双飞。各种滋味，爱是令你呼呼天地初开的时候，那已经盛放的玫瑰。爱是踏破红尘望穿秋水，只因为爱过的人不说后悔。爱是一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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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轮回，不管在东南和西北。爱是一段一段一丝一丝的是非，想有情人再不能够说再会。爱是一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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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是非，不管在东南和西北。爱是踏破红尘望穿秋水，只因为爱过的人不说后悔。点赞一个亿了。爱是一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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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轮回，不管在东南和西北。爱是一段一段一丝一丝的是非，想有情人再不能够说再会。真正的感觉真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我彩虹团，爱你们，我谢谢大家，点赞特别的辛苦，特别的枯燥，谢谢大家，真的特别枯燥，点到一个亿，谢谢你们，谢谢现场的朋友们，谢谢大家，你特别棒，真的，谢谢唐老板的，他很有感觉，他很有那种力量感，主要是我彩排过，我彩排过。你跟我彩排过，上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做梦都在彩排。哦，在梦。